花寮遐有一间团庸，定定徛飞呢。你看，几个月就徛飞一届呢。哇塞！我咧想，这应该是全台湾上高徛飞的哦。听讲恁即阵信用讲有一个无同款的特色，是啥物特色？你捌听过东门？东门啥物意思？东门就是捌一兵背过来。在，你讲恁的公职尊王会翻白眼的东门？每礼拜三暗时十点半，宝岛神很大 ，Oh my god！